大家好，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正式官宣中国球篮加盟美国篮球联赛，姚明终于等到这一天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篮球的最新消息。众所周知啊，目前呢，中国篮球在姚明先生的带领之下迎来了蓬勃的发展，特别是中国女篮的队员呢，在国际大赛中展现出了顽强拼搏的斗志。很多球迷啊，也是纷纷为中国女篮的队员点赞。那么，而且呢，在前段时间，中国女篮的队员在国外参赛啊，也是遭遇到了一些困境。当时啊，也是多人出现感染的情况，很多网友啊，也是担心不已。那么随后呢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，中国女篮的队员呢，全部都安全回国，网友们啊，也是欢欣鼓舞。那么在近期呢，中国。这一个呢，大牌篮球运动员李月雨啊，也是传出了一条好消息。那么根据这个媒体消息啊，美国篮球联赛 WNBA 球队啊，芝加哥天空队已经正式官宣与李月雨达成了新秀合同的签约。很多国内的球迷啊，看到这个消息啊，也是非常的兴奋。众所周知啊，当你姚明登陆 NBA 联赛啊，也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。姚明先生也用自己优秀的表现呢，征服了国外的球迷，为中国篮球的快速发展呢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那么随后呢，这个易建联、周琦等球员呢，也是先后加盟过这个 NBA 的球队。那么时隔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没有中国球员呢加盟这个美国篮球联赛，很多球迷也是非常期待，谁将会成为下一个登陆美国篮球联赛的球员呢？那么就在近期呢，中国女篮方面的李月雨啊，终于是完成了这个事情，可以说了，姚明先生也终于等到了中国球员了，再次加盟美国联赛的这一天。那么其实啊，谈到李月雨，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内线球员。那么李月雨在中国女篮队伍中啊，在内线拥有极强的统治力，既有身高又有体重，而且啊，李月雨为人低调，球商和情商啊都非常的高。那么因此啊，如果李月雨能够前往美国职业联赛打球的话，将会从一定程度上面推动中国女篮的快速发展。作为球迷啊，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呢，能够尽快的帮助李月雨啊完成留洋打球的梦想，同时啊，也是为中国篮球啊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大家认为呢？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